红卡二十一题，他说质量哈 m 了哈，电量是 q 哦，质量 m， 电量是 q 了的小球，用一绝缘线哈衔于这个 O 点，开始时它在 AE 间来回摆动 ，OA、OB 与铅质方向 OC 的夹角都是西塔，哦，做周期运动，如右图所示的，则一。如果当它摆动到 B 点 ，B 点就最高点，是突然施加哈以铅质向上的这个电场一，等于 Q 分之 mg 啊，则此时绳的张力多少？好，那因为它爬到最高点的时候，瞬间哦速度等于零的，哦瞬间速度等于零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的话哈，你给它加一个什么呢？在最高点的时候，它有什么呢？它有那个重力啊 ，mg， 啊还有这个张力啊。那这个时候你瞬间哦加一个那个电力，电力呢是多少呢？是 Q 一，一是等于 Q 分之 mg 啊。这个时候的话，电力哈就直接跟重力抵消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张力就等于零了，张力就等于零。好，再我们看第二小题。如果这个电场哦是在小球哦从 A 点摆到最低点 C 点的时候突然加上去，好，那它摆到这里，它在这里的时候它是瞬间没有速度，所以就直接哈，这个电力跟重力抵消，所以张力特别。但在这里的时候它有速度了，哦，啊，虽然电力哈，它跟重力已经抵消了，但因为它有速度嘛。啊，它要转弯啊，所以它也会有一个呢，这个向心力，向心力就有什么呢？重力提供了。不过这个时候的话，哈，它这样在这里摆的时候，就变等速力延中运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每个地方，哈，电力跟重力都抵消了，所以的话，哈，所以外力就等于零。那它在这里呢，转弯的力量，这速率就固定了，速率固定。它在这里转弱的力量就是由张力提供，那变成等速力延中运动。等速力延中运动的话，那这张力 T 是等于多少 ？T 是等于 m 哈，啊乘以 a 是 l 分之 v 平方的。那我现在只要把这个速率哈 v 算出来，带进去就是什么？就是张力。好，啊这个速率怎么求哈？当它从这里摆到这里的时候。哦，这里还没加那个电场的时候，它重力位能呢变动了，就是二分之一哈 ，mv 平方有什么变的？有重力位能变的 ，mgh，h 是 l， 啊减掉 l cos 西塔 ，l 减掉 l cos 西塔，所以这是等于 mg 哈 ，l 一减 cos 西塔。然后把那个 mv 平方哈，把它带进去。像 mv 平方哈，这是 l 分之 mv 平方 ，mv 平方是两倍的 mg l， 啊一减 cos 西塔，那 l 可以消掉，所以 t 2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两倍的 mg， 一减 cos 西塔。